11月9日，华视8点年度大戏，我在1949等你。安尼较有度量哩，人讲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你就是遐熬头啦，啊，所以苦力个唔才安尼遐爱讲伊。我也不怪安怎，啊，伊骂人啥物大只神好难咩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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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啊，啊我呢哦，啊无你个搭一个鸟，就咧斗几股啊，对不对？那安尼哦，阿莲哦，安尼结到一个面，安尼遐歹看哦，敢若袂输迄个好难面的啊，敢若袂输迄个好不皮气的，对不对？气苦力个。你有影愈来愈唔是款，啊？安尼是毋是伤过过分？我才伫替你摆概念呢，啊！你却愈挑剔呢。先生，伊骂我讲哦，好难面是不要紧啦，啊！不过哦，伊讲我是大只心的，人我哦，我要留予人探听的咧。哎呦，要留予人探听，啊！你毋是家己拢有讲，讲到要家己生甲一蕊甲那花的安尼，将来一定好幸福。我爱听，嘿，阮洪探听。哎，先生，哎，恁大家知影讲吼，我这个体格吼，啊，专找迄个餐厅吼，啊，即卖有种餐厅，拢写迄个迄个100外块食到饱有无？啊，我甲看吼，啊，迄100外块食到饱，迄个食吼，拢这个口里边，啊，搁加这个价，啊，这两字合起来，啊，敢有这个字？来，看这。这字在国语里底，伊读作霞，霞，但是嘛有人甲注作第一音。那往咱闽南话意思来甲讲，着有细嘴啉迄个意思。不过伊那伫咱闽南话里底，伊读作合，合是大嘴吞的意思。哦，迄一个大嘴插细嘴。意思无啥共哦，咱拄只伫咧讲的，安尼大食神，迄就差不多要挖咱闽南话迄个意思哦。啊，所以咱讲点点食三碗公饭，那个改做讲合三碗公饭，迄会愈有迄个趣味性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点字，甲这个合字。中央迄、那个比例哦，就较强烈啦。嗯。哦，啊，不过可惜，这里伫咱闽南话内底读最合，不是读最食。哎呦，先生啊，迄哪有要紧啊？只要迄个广告哦，若较做较久嘞，啊，甲做较大嘞哦，啊，大家看习惯啊，就会甲读做食啊。我看哦，即马大家若看到迄个字哦，嘛是读做食啊。嗯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感觉哦，读做食吼，比读做合较外音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迄是国语音嘛，是啊，诶，安尼嘛是我哦，会用通用哦。这话袂用安尼讲，这个语文是无形的，大家拢常常用迄个国语的架吼，迄音来哦，迄个合，啊，读做会哦，就是读这个字安尼对，安尼哦，一工一工的，读到尾啊，大家就自然啦，对不？嗯，这话袂用的安尼讲，唔是讲咱即阵要甲决定安尼就会用的。这个单号以后，那有人把伊编入去字典的内底，安尼才完成。哦，安内底放心，这无问题。我拄仔好准备要编一本字典，我会将这部分甲编入来。操！别人编入去，我看后世人啊差不多啦。哦，乞丐许大官就看你啦。嗯。你讲我乞丐许大官，啊，唔讲我拢伫臭蛋讲话无准备。对啊。我甲你讲，我无像像幼秀的，伊拢食言而肥啊。哦。我是讲会到做会到。嗯。先生，你头拄仔咧讲哦，讲迄个国语读作霞，啊，敢那闽南话迄个集同款意思，啊，敢有共义？那讲到这个集，我就想到讲啉烧酒啦。哦，那正经会啉烧酒的人，人是安尼，杯仔旁来安小集一个，集一个。啊，但是哦，咱闽南人在啉烧酒，那你请人啉烧酒，哦，可袂当啊共灌落去。你实在足无水准。嘿，对
啦，先生，你咧讲一节一节啊，我想着。咱吼有个人吼，甲迄个浸吼用这字呢，靠加集合的集，这字集。那个写作这字，有啦，迄音有较歪音，但是这就是亲像我拄只讲的，这文字是约定俗成的，一定爱经过迄个程序才会用，唔是咱就会损损。哦，先生啊，啊恁拄只吼，大家拢用讲的啊，你对不对？怎么用唱的，用唱的啊？这条歌吼，大家都捌听过啦。嘿，咱那是心情的规矩，嘿，又来你，就先一个，再一个，挂好你敢知？